好，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这个在戏曲里边呢，还有一些很基本的关键词，大家呢还没有共识，但是慢慢共识。比如说，现在基本上把中国的传统戏剧就叫戏曲。那么戏剧呢这个词啊，因为晚近翻译的关系啊，所以它是采取比较广义的因此呢凡是演故事的这个表演艺术，比如说话剧、歌剧、舞剧，或者是默剧，乃至于电影、电视剧，我戏，都算是戏剧。因为他们都是在演故事，而我们说过戏剧这两个在中国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小戏的意义，只要是以古今诙谐的动作和古今诙谐的语言，因为我们说戏咯就是动作，剧谈说笑话，合起来演出的才叫戏剧。这是我们中国呢，在唐代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词汇。那么这个词汇戏剧，原来是我们呢是小型的古今性的表演，这一点呢，各位留意。那么戏曲，我们已经给写了一个相当长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位杜姓杜的同学杜伯川同学？没有。我这次好像是上学期的同学，杜东川吧。杜东川。上学期。他去看我，找不到。他是上学期。那个戏曲，我写了一个定义，各位还记得吧？那么在这个定义里边呢，它就包含了九个元素。哪九个元素呢？第一是故事，这个故事一定要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呢是歌，歌呢我们可以说是诗歌、舞蹈。还有音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怎么样融而为一？也就是说，他在演出的时候不是独立存在，是融而为一的。还有杂技，杂技可以游离出来，所以我们说加上。那么他的这个叙述的方式是讲唱文曲，
这种叙事的方式是讲上门什么？讲上门学是用散文来讲，用韵文来唱，所以它一定是记说写唱，记说写唱。讲唱之间，就意义来说呢，有时候它是可以意义重叠的，讲一唱同理，有的是怎么样呢？相成的，相成的意思就是讲一段，唱一段，但唱的这一段和讲的那个是有部分的重叠，合起来而为一的部分重叠，还有相生。相声就是讲的，散文用讲的，以的部分用唱，是甲乙甲乙互相触发产生的啊，这个是叙述方式。然后呢，演员。从那角色扮演人物，所以这也是什么三位一体。这是三位一体，演员、角色、人物分开拆开了，是三样，和事实上是连锁在一起。所以有些人说，在那个什么，你在词典里边说什么叫角色？戏曲的演员就是角色，这不完全正确，对不对啊？或者戏曲的人物就是角色，都不对。我们等一下说。然后他是什么呢？用代言品，代言。代言品就是对叙事体来说，代言品你扮是什么人物，你就是对那个人物在说话。叙事体就是一个人用全知观点做全面的一种叙述，还有一个。狭隘体，各位，这个剧场我们特别用狭隘来概括，因此呢，我们事实上是一、二、三、四、五。六，你这七里边有七 A、七 B、七 C、八、九，也就是说，过程中国戏曲的发展完成的戏曲大事，那么它。就有这九个元素，而每个元素
都有附加条件。这九个元素我们目前不能够一一细说，因为细说的话一个学期恐怕讲不完，你们相信吗？啊，所以我只是一个简单给你们一个概念。所谓故事有极简单的故事，那么极简单的故事主要有个头一个尾就可以了。比如说官兵抓强盗，哦，看到强盗在那边就追追追追，抓到了，故事结束。这个也是故事，有起有结有中间。小二娘子回娘家，啊，回娘家骑驴，途中看着山川风物唱一唱，啊，回到家了，结束，啊。像这样也是故事。那我们说戏曲大事，足以代表我们戏曲的大事，它是引人入胜的大的故事啊。那么这个不必多说啊，长篇小说、章回小说啊、连本戏都可以。啊，或者可以动人的种种和故事。那么戏曲的最主要目的就在演故事啊，所以没有故事不足以，很难作为表演艺术，尤其是戏剧。凡是戏剧必然有它的故事。诗歌、音乐、舞蹈这三个呢，可以说就是戏曲的美学的基础。意思就是说，戏曲的艺术特色直线，它的生发的那个原始点，就是从诗歌、音乐、舞蹈生发出来，所以说它是美学的基础，艺术的根源。美学现在是被用烂了，我不太用美学的，我还是用艺术的根源，不必要用西方的这些东西，艺术的根源。而这三者之间，各位看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它是融而为一的，形成彼此之间是有机体，谁也不独立的。所以，当演员唱了一个鸟禽丝吹来闲庭院这一句的时候，它有意象，对不对啊？这意象里面会勾引你对春天的一种触动，引起少女的一种怀思，你的歌声，你唱的歌声的那个深情，旋律音乐的美感，就要来诠释鸟禽丝吹来闲庭院。所以鸟禽丝吹来闲庭院，能不能看你把山西气盖世这样的一种意义情境思想，它产生的语言的旋律的音乐性，鸟禽丝当然和篱笆山是不一样，所以它的音乐歌声的深情，注意
深情的诠释就不一样。你鸟情诗出来先听啊，给你触发你身体的律动，身体的律动，和你八三七气概式的律动会不会一样？你就肢体语言是有别的，所以它是以诗歌为核心，产生了诗情词情的一种融合的有机体。它的美学艺术是这样子的，这各位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一点在世界的表演艺术里边是极具高难度。请问你们 看歌剧的演员，歌剧的演员基本上要不要照顾到他的肢体身段语言呢？不必要。舞剧的演员要不要管他声音唱出来如何啊？也不必要。可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演员要不要把这个歌词唱得很清楚，声音唱腔非常美丽动听，身段舞蹈肢体的语言很美妙，同时展现在一起啊？我们的高难度就在这里。所以各位，如果舞剧的演员是舞蹈家，歌剧的演员是歌唱家，然后歌词的创作者是诗人、文学家，那么我们中国戏曲的人既是文学家又是怎么样，歌唱家又舞蹈家，还是要加上音乐家，那视为一体。如果是第一流的演员，那他必然是个戏剧家，所以是五位一体。歌舞乐，那么这歌舞乐为美学基础，它用来呈现表演的艺术的一种基本原理，呈现的基本原理是适合写意的还是写实的啊？是写意的还是写实的？当然只能写意。还有更有一个条件在里面，我们的剧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啊？小剧场，空间狭隘的，空间狭隘的能不能融入许多的这种舞台设施啊？不能够。你能让汽车开上去吗？你能让马骑上去吗？啊，所以它绝对不能写实。所以因为有构成元素的四个条件，因此我们只能走上写意的怎么样这种直线。这是不是可以 推出来啊？从这就可以推出来。
我们戏曲艺术就只好写意。那不能写实，它呈现的基本原理，当然只能虚拟象征。虚拟会不会写啊？模拟的拟，虚，虚实的虚。虚拟就是针对舞台上的生活的一种身段动作，比如说我们在生活里边要主动，我们要上楼梯，我们要乘船，我们要骑马，我们要穿衣服、整理衣服等等这些动作，我们要吃饭喝酒。如果我拿起这个杯子来，就这么一口喝了，很写实。如果我还吃块这个什么呢？一个蹄膀，抓着大口这么咬这么吃，请问这是生活的写实的动作，可是在舞台上他这样子呢就不美感，所以他就要把它美化。美化呲牙咧嘴不好看，所以呢喝酒吃饭这是怎么喝，对不对啊？万一呢门牙缺了也没关系，或者牙齿太黑了也不美感，也不会露出不美感，所以他就采取一种美感的修。那么在动作上常常是直线的美感还是曲线的美感呢？曲线的美感。我们如果呢讨厌一个人的话，他拿的混账，我这样直接就了，这很写实。你说，哎呀，今天碰到这样的人啊，比一个圈再打下来，就有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舒缓曲线之美。那个锣鼓点也看到你这样比上了，哦，要打下去了，啪嚓，可以来呼应。如果这样一挤，锣鼓点配合不上，舞台上的节奏的美和力道的强化也没有，所以他走上在这个身段动作用一种虚拟的这个美感的曲线性的舞蹈肢体语言啊，然后上楼梯做着上楼梯的这个模拟的动作，下楼梯也一样，在船上两个人对舞蹈啊，觉得船上的风波啊，如果透过这个道具的使用，那么一张一块布画上水的波纹，让这个演员乌龟、鱼虾各种什么水煮拿在舞台上一舞动起来，就可以怎么样，水淹金山。如果画上火焰来，那么让三军舞台上舞蹈起来，就可以火烧赤壁啊，像这一些，一根一匹马无法骑上舞台，那我们为什么不拿马鞭当马呢？马鞭的那个垂下来的这个毛，就像马的鬃裂一样，裂啊。
你挥动它，各种不同的表现就会让观众感觉，哦，这匹马正在春光的郊野里面缓缓而行，浏览春光啊。如果呢你有紧急的军报，吹动马鞭的舞动，加上演员的这种身段的这种表演，哇，它是驰骋千里万。如果马呢碰到什么啊倒退，然后配搭这个音乐的声响，哇，这个马是什么碰到困顿了，甚至人马跌落了。所以整个马的这个什么呢，在我们的狭隘的舞台里边都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好，任何一个演员只要站在舞台上，你从他的穿戴来说，穿就是他的服饰，戴就是他的配搭的这种物件，包括他拿的兵器，包括他拿的道具，包括还有他的脸部的化妆，你马上可以说，哦，这是翻还是汉，这是文还是武，这是贫还是富，这是贵还是贱，这是善还是恶，啊，这是男还是女，种种人们的一种类型，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呢，这个美学呀，走向写意以后，他用的一种象征艺术，由意象来表征各种人物的类型和舞台上的形状，这都是成为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了不起的艺术特质。而这种艺术特质又是西方所没有的。什么所没有的呢？我们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制约，因为写意不写实，舞台空空的，我们的演员一上舞台，舞台才开始要有意义了。这个意义是怎么出来的呢？由舞演员的唱、做、练、打的表演艺术呈现出他的主题来。当扮演张生的扮演，这不是扮演张，当扮演这个崔莺莺的驾着车上来说，碧云天黄叶地，唱这两句，舞台什么都没有，你马上就他是碧云的天，缀满堆积的黄叶。当他有做出有点寒冷的样子，西风子，当他的眼神从右边慢慢看到左边，北雁南飞，他一唱，舞台的情景就出来。
当他下了台以后，这个舞台又是空的，下一个演员上来，他又换另外一个时空。所以我们的时空，舞台上的时空，是用虚拟象征表演出来，它会不会被现实的舞台装置所制约呀？就不会。空间呢是如此，时间呢我们也流动自如。当演员上来，比如说王昭君，哎呀，我被选入宫中了，此后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是冷宫岁月，再下一出又上来，他说没想啊，已经冷宫十年，未见帝王面。他这一句话，这个时间就已经流动了十年。谁也挡不住，就是实力。可是写实的剧场没有办法，因此他要有三一律，要把故事拉到最后的一个快结束的尾声，要把时间在最后24个小时之内限制。要把故事流动这个产生地点在同一个地点，所以它所盖出来的舞台的这个建筑设施就是那样一个景，从头演到尾。可是我们呢不必要，我们现在利用现在的科技，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场面，它可以变化一些流动的、简单的场景来装点。注意是装点，而不能够妨碍演出的那些这个舞台的这个装点。这种艺术。只有咱们中国戏曲才有艺术。好，那杂技，什么叫杂技呢？是各式各样超乎一般人能力的一种表演的这个技法，普通人做不到。那么有些人做到了，大家就惊奇好看，那就是你。所以杂耍特技自古以来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杂耍特技呢，历朝历代啊都有不同的名称，而都汇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表演。这些啊都是所谓包罗的杂技的自古以来的名称，先秦就是秦代以前到西汉，有一种叫做脚底戏。脚底戏啊，原来它的表演呢，就像牛啊、羊啊，用那个脚互相抵触，我们说斗牛那样，脚抵触，斗力气的一种这种表演，是在军中里边
等一种武术训练。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主要有这个竞技竞赛性质的这种表演，都可以叫脚底戏。所以脚底戏的范围就不大。你说舞龙舞狮，那你拿舞龙舞狮来看，谁舞得好？还真，你扮是一种神仙鬼怪来斗争，或者来歌唱，谁唱得好？你扮是着那个竹竿，看谁爬得快。啊，这个爬杆也是脚底戏。你的空中弄了一条绳索，让大家左手看谁走得稳，谁说手都要掉下来，也有竞赛性，也进入脚底。说脚底戏，甚至人和老虎的一种搏斗。也成为脚底。那这个脚底戏就是在一个我们所说的宗教活动里边、庆典活动里边，在广场里边的一种竞技表演。现在保留了一篇赋，这篇赋是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张衡会不会写啊？平衡的。他记载是汉武帝时候，在首都长安的那个脚底活动里边。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脚底戏的名目，那么这个名目就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各式各样的竞技活动。好，那么最原始的脚底就是两个人来斗力，就是现在保留在日本的怎么样？相扑，啊，这个写日本相扑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我们早期的画像石，画出来的人的脚底，也就是现在日本的相扑，啊，那个形象是我们的。好，这些表演，到了东汉到南魏晋南北朝，觉得他呢。实在是各式各样的表演都有，所以就把那个戏加一个白，白就形容它的多，改变名称，内涵不变。好，到了隋唐，又把这个白改成怎么样？杂戏，杂戏，说广义的杂戏。也是脚底的一风，到后来这个戏和剧，我们说过戏是动作，剧是语言，但两者之间这个字的意义是字义是接近相同，所以也被称为杂剧，这是广义的杂剧和杂戏。由唐到宋金，广义的杂剧杂戏都是脚底戏的遗风。可是我们现在
戏曲史上，注意，现在戏曲史上进入宫廷以后的特殊的一种特殊性演出，就狭义的杂剧。所以我们一般所说的宋京杂剧，就是狭义的宫廷戏剧演出，也可以说狭义的宫廷的幽灵小戏的演出啊，只取那部分，和广义的就不一样。各位，我们知道一个名词，古今常有怎么样不同的意义啊，不同。说像这个呢，在我们的戏曲里边呢，也被吸收进来，啊，吸收进来演出。有一年呢，我有一个戏是《白蛇传》，我把它改成呢《青白蛇》重编。因为我欣赏青蛇的义气啊，义气，所以整个改编。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当然要演出的有一场就水淹金山，还是要演，不能不演。好，排完戏了，我去看一看。到戏曲学院大礼堂去看，他们排，等于我验说一下，结果呢，那我吓坏了。你知道那一场戏啊，就演出了前后足足几分钟啊，45分钟。我说啊，你们那个排导那个谁，不必说他们。我说你这个水淹金山给我在这里打了45分钟啊！我刚才看的时候，我睡了2个觉才起床的。啊，我跟看来已经睡着了，起来怎么还没有完？在这个时候要起来，哎呦，看看时间45分钟啊！我自己编剧都要睡了2次了，那别人呢怎么办？我这个你是喧宾夺主。戏曲演出杂耍特技只是来怎么调剂，调剂场面是可以不要它的，啊，让观众呢觉得哎，加入这个呢也没有看头，刚才用耳朵欣赏，现在用眼睛欣赏，但是戏曲它主要在看歌唱身段。所以你呢，只能点缀来衬托调剂。里面那位，那个你知道的啊，他怎么向我说的？陈老师啊，你要知道啊，两岸的京剧团，现在只有我们能够完整的演出水淹金山了、啊。啊，乌龟啊，虾子啊，各方面的动作啊，别人都不会了，只有我们会。我说了，古人看戏和现在看戏不一样。你到国家剧院给我演出这样的45分钟啊，我看观众已经跑掉一半。所以呢，我热烈，他终于就改20分钟，我觉得20分钟已经够长了。啊！但是你看，他45分钟砍成20分钟，对他们来说也实在是难为啊！啊，所以我说这个杂技只是一个戏曲的点缀。现在啊，在重要的剧场演出，还有的啊，为了表示他昨天晚上啊练了半天才练成功的，所以这个枪一。丢上去，啊，你就一脚踢过来，踢过来，
再他妈给踢个十几分钟，对不对？那样的这个杂耍都是，你们那个，我们在座有一位，这个杂技团的教授啊，杂技团教授在这里，美丽的张文远啊，他们那个杂技团是可以这么做，它是一种特质。在杂技被吸入到戏曲，千万注意，它只是作为戏曲元素，是来调剂点缀的。点缀，那么像这一些呢，也是中国戏曲无所不容、无所不包的表演艺术。是这样，休息一下。这个讲唱文学在戏曲里边，可以说啊，它是使戏曲小戏发展为大戏的一个原动力，也就是从小戏要发展到大戏，如果没有注入讲唱文学的这个故事和表演艺术，它要发展成功，起码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有讲唱文学做底子，它一转型就成功了。所以讲唱文学是极重要的一个元素，可以说是歌舞乐以外，剧场之外一个重要的元素。讲唱文学在我们以前的文学史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要唐代以后才有讲唱文学。你们一定会说，就是什么变文。当年我博士班毕业，留校当副教授，是民国60年，我在我们系里边做一个，因为我们系里边呢，那时候有很密集的这个学术讨论会，每一位教授都要发表研究心得。我呢就提出了一个看法，我说我们所谓的讲唱文学啊，在现在的文学史都认为是唐代敦煌变才开始，我说我认为它应当非常的古老，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治水不能只靠文献，还有什么呀？文物。那时候大陆的考古发掘，我几乎看了很多。因为我在中央研究院的特长室啊，有特权，可以不经过什么就进去看。当然我有我的办法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匪书啊，匪书要看要登记要干什么，很麻烦，所以从这个田野考古文物里边我也用了很多来做戏曲研究。我当时就说
从这个田野考古西汉就有很明显的说唱咏，那个陶俑做说唱的样子，而且不止一个发掘。后来我到四川的这个博物馆啊，吴别的博物馆啊，也都看到说唱咏。有时候呢，我们乐舞诗里边，像孔雀东南飞，那也是显然的一种说唱文学的唱的文学。我们的乐舞诗里边，日出东南移，或者孤儿醒，病不醒等等这些，乃至于南北朝之间的木兰辞，都是说唱文学，只是没有赋予它这个名词。我认为恐怕先秦就应当有说唱文学，这是我当的比较大的。没想我们系里边两位啊，我都很尊敬的老师，我就不说他们是说，当时我都说哇，曾永义，你如果有这个发现，了不起哦，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学史的创发。还有人调侃我说，诺贝尔奖大概可以得到啊，这样说，我有一点。不知怎么样回答，啊，我就说啊，我们科学里边呢，有所谓假说，你们知道假说，就还没有验证出来，但是从各方面的现象，啊，某种蛛丝马迹的证据的推论，它应当存在什么，啊，可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把它实验出来，这叫假说。我说，现在呢，我们有说唱咏啊，如果把说唱咏和这些结合起来，那么我这个推测不可，可是几乎没有人同意。哎，慢慢的，现在如果你说，说唱文学不从先秦开始，先秦的蒙古瞎眼睛说书拜官的访问收集民间的艺文，都是说唱文学。哎，发现了，在这个一桌书里边就有一篇《太子建》，那毫无问题是说唱文学本质，是在先秦的这个战国文学，而那时候没有这些。我那时候30岁，距离现在哎呦48年前啊，可怕。几乎半世纪，所以说唱文学，后来我也相当留意他对于这个戏曲啊有极大的影响，不管传统的，不管是近代的地方戏曲，要能够由小戏翻转成大戏，几乎都要有他这个影响。所以各位特别留意啊，那么这个演员、角色、人物，角色生旦净末丑杂这六纲领，这六纲领到底什么样的？原始意义
为什么生？为什么女主角叫黛？为什么花莲却称成静？为什么古籍诙谐的丑是直戳阴谋的丑，而不是丑八怪的丑？为什么太平洋太阳升于地平线上的那个元旦的旦，却是女主角？像这一些啊，自古以来没有人搞清楚。我在四十几年前运用的方法是怎么样？说给各位听，因为这个很重要。做学问常常啊，有时候是很笨的功夫，但是最扎实的功夫。我就想说，你既然是戏曲角色，那么他的资料，请问会不会与戏曲的剧本有密切的关系啊？一定会。所以我从唐代的参军戏、宋金杂剧院本的留下来的资料，以及别曲杂剧、南曲戏文，还有这个明清传奇、明清杂剧，以及近代的地方戏曲、京剧、梆子戏等等剧种，读他的代表作，每一出戏给他做笔记，这出戏有什么样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什么样的角色扮演，这人物和角色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办事的这个人物的身份是几岁，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年龄，加以注记。好，他在演出的时候担任的歌唱表演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把它梳理下来，然后再把古人谈到戏曲角色的那种收解的方法，几乎是胡说八道一番。古人几乎是十分胡说八道，可是胡说八道里面有时候灵光乍现，你抓住他灵光乍现，你这些都梳理以后，我就发现，哎呀，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古人通通没有发现，今人也没有发现，到现在还是你曾老师发现以后没有人在运用。什么两把钥匙呢？他的角色的语言，这个词的根源不是包文的点缀，而是戏曲延伸的这个什么呀？戏曲延伸的市井口语，离俗的市井口语。第二，这个市井口语有些已经符号化，有些还保留它原样的市井口语。是同时并存在戏曲的角色里面的，这是第一，市井口语抓住。哎，在观察他的符号化的轨迹，戏曲符号化的轨迹，哦，就是市井语言而变，产生错误变化的两个基本原理。一个就是省文，写简体字啊，省文写简体字；一个就是行进而变，字形相同产生错误的
写法。这样一来，所有的生旦净末土如庖丁解牛啊，豁然开朗，会不会有余意啊？我一口气45万字的戏曲角色概论就写出来，而且是在一个理论、一个原理之下写出来。40几年来，没有改变过这看法。我的朋友有一些也探讨这问题，但他们都是要单独的生就用生去讨论，蛋用蛋去讨论，而不是整体的关照以后来做研究。所以他们常常向最近及最近的一个研究者啊，他也退休了，就是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康宝成教授，他是研究成绩做得不错的，可是就这一点来说，他没有找到门道，就切入点没有切入，所以他从那个佛经的佛藏翻了不知道什么样，费了多大功夫，然后拉拉扯扯，东拉西扯，要自圆其说，然后没有一个是能够说得通，好像是稍微留一下，又出问题了，所以他写出的文章没有一篇呢我同意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这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啊，对老百姓呢就分成两大类，娘家、立家。娘家就出身良好。在古人就是四农工商，四农工商。立家就是犯罪，或者呢在政府认为对经济没有什么帮助，或者也没有什么文化素养，像你们搞音乐就叫乐，做医生叫医护，卜卦的、跳绳的、神棍叫巫巫护，当兵的叫军护，连医生都叫医护，医生都不是，这些都立家。其中最被看不起的是乐府，乐府常常是被灭亡的。这些宗室或者作奸犯科的家里的家族被打入乐府，那么乐府就是拿音乐舞蹈表演来讨生活，服务官府，服务公廷，他们呢这个可以说昏天暗地啊，只有女生可以脱离乐池，但是她必须要嫁给什么？嫁给娘家，所以叫从良。我们所谓从良就是乐府家。那么这个乐府的恶习，就形成了我们中国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的主要这个人员，他们呢被称为姐儿，称为什么姐什么姐，这个文献里面三国时代就开始这样流行，
什么节什么节，所以你到大陆啊，要留意，对服务人员不要说小姐小姐请过来，啊，我不是小姐，我是服务员，因为他们把小姐当成什么，当成啊这个姐儿的那个用意。现在还有姐爱巧包姐爱俏包爱巧，对不对啊？的这种这个俗语。那么姐儿这个儿就是词尾，词尾没有意义，像桌子椅子鸡儿马儿，跑得快穿得好，这个什么呢？什么什么懒啊？动词词尾，物词词尾，快快的，慢慢的，都是词尾。所以，解啊，就是解。这个解啊呢，从省文就是简体字来说，它会变成解。这就保留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元代有元代课本的杂剧里边的那个旦，它常做起啊。可是呢，在宋金杂剧院本里边，宋杂剧它最杂技的杂，像这个叫行进，这是什么？这个呢叫做行进。正在宋金杂剧院本的名目段数的名称里面就有这个答。从这个答又是你，从这个词又行进流变，有非常这个什么呀？非常具有颠覆不破的一种语言啊的根源，它这个词汇的是解儿这个词汇变过来，类似这样的。就符号化，哇！所以，我们戏曲里面，在演员和人物里面呢，中间还插有这个角色，是特殊的。那么角色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它对演员来说是象征这个演员他的在剧团中的地位啊，在剧团中的地位。还有呢，他这个演员所具备的艺术修为，所以正旦表示他第一主角，正旦表示他扮相好，他歌唱好，舞蹈好，形象美，所以对演员来说，对人物来说，他就是说他所办事的人物的类型，类型是什么呀？这个类型是市井的呢，是宫廷的呢，是善呢恶呢，这样的作用。好，戴眼镜，戴眼镜叙述体，我想各位都知道。只要是这个
叙述体的，它是由一个人在说，一个人在唱。他对于所要说唱的人物，他是了如指掌。这人物的相貌、行为，这人物的直线，无所不知。这人物的心理，他无所不晓。也就是说，他是用全知的观点，全面的，他通通清清楚楚的在告诉听众或者观众他这个故事里边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之间的这种所作所为，这是叙述体。代言体，一个人物基本上重要的一个人物都会由一个演员来充任啊，由一个演员来充任这个角色，来扮演这个人物。那么这个演员只能够代表这个人物所扮演人物来发声，替他说话，替他作为，替他行事，这个叫代言体。所以讲唱文学里边的人物，如果个个把它独立开来，由演员来扮演，它就变喜剧，它就变代言体。所以现在的戏曲和说唱的分野，就是你是代言还是非代言。如果你不是代言，那只能是说唱；你是代言，才能被称作戏曲。所以代言是关键说唱和戏曲的分野的一个要件。因此上个礼拜我才和各位同学说，这个王国维先生在为戏曲定义的时候，他忽略了代言这两个字，我把它补上，因为没有这两个字是不能成立的。好，剧场如果和中国戏曲的关系，各位非常密切，不同的剧场类型，戏曲里边的要表现的故事、思想、艺术内容和作用等等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戏剧场的这个类型，它可以使整个戏曲的
产生不同的内涵和类型，彼此之间密切。我们大陆有一所大学是在山西运城山西运城市有一所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大。这所大学和我关系也密切啊，他们在那边开创了一门戏曲研究的领域，我非常鼓励他们，也非常敬重他，也给他们出了不少本书。他们是戏曲文物的调查研究。戏曲文物的调查研究，在四年前，就2015年，我们台大给我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主要是研究我的学术的各方面的所谓成就和特色，主要三大部分，一个是戏曲，一个是韵文学，一个是俗文学。主要这三个，还有戏曲创作，如果还要说的话，还有民间艺术。那其中，他们这个大学对我提出来，就是我在戏曲剧场，我在他们基础上所开展出来的。一个成就，也就是说，把戏曲剧场和戏曲的内容、文学、艺术作用等等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我是第一个，而且被他们认为是极有意义的。我给他们的五个类型是哪五个类型？这五种类型，也就是说，这五种类型。是包括了所有剧场的现象。第一种呢，叫广场踏雅，也就是说，它是最原始性的。最原始性的剧场啊，是在广场里边，除地为场。我要把一块地打平了，就可以来演出。1989年。1990年，我带领一些学生和我朋友到那个贵州
我的老师张建章清辉教授的家乡普定县的一个蔡官屯上官屯，这个屯就是当年明太祖为了要打元代的这个梁王军队，用屯田种下，然后呢长期来和他们作战，终于消灭梁王。那在这个军队里边就留下了一种军中的军中武术训练，叫做地戏，就在平地上戴着面具拿着兵器做一种攻伐作战的模样。我一看，这是介于这个说唱文学要到戏曲里边的一种形式。那时候还早，所以到那么偏僻的地方，普定县有台湾好，我们台湾好几倍大，但是人口只有35万。我去的时候，他们当一回事情，县长率领文化局局长、统战部部长，开了县边唯一的一部9人坐的车，塞得满满的，就带我陪我一起去。那一天中午还很丰盛的午宴，请我每一块那个肉都是这么粗的蹄膀，我怎么切怎么咬都咬不动啊！但是他的盛情是可感，我好不容易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那一位梳着江青头、穿着蓝布衫的，就是县长那位老太太啊，很有趣。我们车子下去了。车子不能开了，因为泥泞嘛。哎，我也把这个鞋子一脱，我买了好多这个洋烟，所以一路上红旗招展，排满这个村庄的这个村庄的这个什么入口啊，全村的人几乎都出来。哎呀，我就把烟啊散给大家，一进去，在一个麦田里边，他们向我说：“曾教授，你来自，我们知道你要来，我们把这个麦田最近下雨，我们把它夯干了。你看现在还有一点湿气，夯干。”为了表演第四节一样夯干，然后两个沙发都破了大洞，弹簧都出来的沙发摆在那边上坐，然后一位小学老师就拿个大红纸念了一首后来我看都不通的七言律诗啊，欢迎一位绑着蚂蚁巴的小女生，弄的塑胶花瓶，插了塑胶花献给我，我就开始演这个地戏给我看。四周围蔡官屯、上官屯。穿的衣服，我写了好几首诗，也是在《人人报》写的。这个去的这个调查访问的记录，
我说啊，简直是这个什么呢？葛天氏之谜一样。那个女妇女梳的头发，还是我祖母时代的那个，穿的那个衣服，也是明代的衣服。你看，在那个地方，人情是质朴。还好我能拽几句，我当场就回敬他们所书啊，然后我送他们600人民币的这个眼镜。你们不要小看600人民币，那时候的大学教授薪水不到100块的时候啊，这个一次非常的这个惊艳。毫无疑问，这就是广长踏雅，也就出地为常。踏，土风舞就是踏，谣就是民间的歌谣，这是最早期的中国戏曲小戏。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小戏，大戏、火戏这些剧种。下个礼拜，所以这是最原始，它的艺术也是最基本。另外一种，高台悲歌，就是你们如果看《水浒传》，《水浒传》有一场野外的演出，就在田地里面盖上临时搭建的舞台。那个那水浒传那个英雄是谁呀？田螺和白秀英在那边演唱这个双剑赶苏青，对不对？那个观众把一大片麦田都踩遍了，成千上万。所以在这上面演出的，你们想一想，故事内容可以不可以高文点策啊？还是民间大家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啊？啊，如果演《三国演义》，大家也熟。所以为什么《三国演义》的这个刘关张的衣服要那么奇怪啊？还有一个白的，一个绿的，一个黑的，这三种颜色怎么样？很鲜明，在那高台广场里边，你即使在外围，你都知道哦，刘备哪一个是这个关公，都有关系。还有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那个腔调，有些高亢的不得了？你们听过我们台湾的北管的葫芦吗？葫芦是高八度，他就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高台悲歌演出。这是第二种故事，所以这种一定要礼数艺术广大群众。第三就是郭兰，郭兰就是这个剧院。郭兰本来宋代才开始有，一直到明代。那下课了啊，讲不完了，就到此为止，下礼拜再继续。